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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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
桂味、raspberry 味同埋呢兩個味出啲嘅，荔枝冇咁出，但都有。是雪巴不是雪糕味，我已經起了個台，是不是表演啊？聽日要，你又坐邊度都得啊？噔噔。哇！好多鴿同我哋爭嘢食啊！佢的組合很簡單，但是有驚喜，因為佢嗰層 mousse 咧好輕盈，係同 Piego 一咬就不同嘅。那個是很傳統，應該是很重白朱古力，依、這個是真的很輕盈，同埋佢有新鮮的果粒果肉煮成的醬。咁佢個塔皮啦，佢個塔皮我 OK， 唔知係咪因為硬買啊，唔算好脆。杏仁醬啦，士多啤梨果醬 mousse， 咁啊噴嘅朱古力，簡單得嚟係幾好食嘅。呢、這個就係 chef 講過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法國嘅士多啤梨係咁細粒嘅。依一層如無意外是有啲朱古力嘅，依個係焦糖榛子醬。好。一定要一啖咬啊！
哎，天場是很酥脆的，實淨得來是很鬆的，但都是偏甜，我覺得撇的東西都是偏甜，那個焦香味很出的，很經典的法式千層，那個焦糖化做得很好。這個是開心果加士多啤梨，剛才吃了 Pierre 的焦糖榛子，特地選了一個都是果仁類的，稍稍比平均雖然有點不同。好了，它不是士多啤梨，它是 Raspberry， 它是輕盈一點，它沒有焦糖化，剛才那個是焦糖榛子，這個並不是焦糖開心果，所以它沒有那麼甜的，它新派一點，即如果傳統法式這個一定要焦糖化，所以它會很甜，它不甜，所以怎麼說，即是新派咯，即是它都清新的，還有很豐富的果肉，下面是有一層開心果的果仁醬的，是啦，這裡有一層塔皮啦，開心果杏仁醬啦， Raspberry 的果肉 Jam 啦，這個是開心果的，你當是吉士，開心果吉士的接花。面頭這個呢，我都好奇是什麼，這個是 Depoma Cream， 是啦，這個是多了牛油的，然後噴朱古力，其實它除了個口味清新啲之外呢，其實佢好複雜啊，佢工序好多。有驚喜，中間呢度有嚿，好似有一嚿 smoothie 咁啊。它的 raspberry 和開心果其實個平衡算是做得不錯，跟住落嚟咧，我哋就試下 Pierre 最經典佢嘅成名作啊 ，Espagnan 啊，依個嘅馬卡龍，入面咧係有依一個嘅玫瑰嘅餡啦，出面係 raspberry 啊，中間應該咧暗藏一粒荔枝嘅，依個配搭咧係令佢一舉成名。欣賞一下先。它这个花瓣上面呢还要有粒水珠，每次你吃的时候都是會有音樂的，是每次我要吃辣就會起音樂。救命，沒得輸，
冇辦法，依個係真係點解會令佢咁成功？係首先佢係馬卡龍之神啊！佢真係做到外脆內濕潤啊！佢個馬卡龍，我係三點幾買到而家。到而家都仲係脆嘅，跟住咧，佢嗰個玫瑰 cream 係香啊，好香啊！但係因為 raspberry 都係好強烈噶嘛，唔會互相搶啊，好平衡。跟住依度就係荔枝啊！我相信當年佢發明嘅時候，佢創作嘅時候，即係歐洲唔係咁容易食到荔枝，即係我食都覺得啊好好食啊！當時嘅法國人一定覺得驚為天人咯。嗱，但係佢個荔枝係罐頭㗎，咁但係唔明咯，係啊，即係你點喺依度買到新鮮荔枝咧？黐線啊！喺巴黎鐵塔下食住法式甜品，聽住法式歌劇，癲咗啊！Thank you.